哇，这个要怎么选啊，大家？我想一下啊、哦，我们来翻一个裂桃来，这个是风女王啊。哦不，等下就丢地上。那如果他是翻正面的话，我们就选裂空；翻反面的话，我们就选莱西拉姆。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弥陀。来了，我是弥陀。我们今天来到了男子玩具一哥，超级久没有回来我们这里玩了。今天路过来看，哦哟，裂空座跟耐克都在下面，不手工吧？感觉最会炒喷五星的宝可梦。噔噔噔噔噔，一星木手工，我会选木手工，因为他这个木手工蛮会下五星的。我们旁边的保友说他选了木手工下洛奇亚，我上次选木手工也是下洛奇亚，他也是用超级吸取，上一只超级吸取应该是草苗龟了，五星宝可梦，那一颗洛兹吗？两只都是飞了，看起来体型很像，这应该设计者都是同一个吧？十字拳，巨拳螳螂的最强招是，哦，直接一局就。准备要来丢球了，兄弟们，看我直接手推大师球，是高级球，那一颗路之马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顶住！有了，谢谢你啊，那一颗路之马，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，五星耐克，哦。裂空座真的必出，但我刚没选大土啊，又是三星，那左边设为裂空座，我们两只都草系的，好像打这个完全不痛不痒。我方的攻击按一个三十五好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对方毒系灰神山，如果他是用毒系的攻击，应该我们两只草系会被他克死死。现在终于要换这个灰尘山垃圾设计。哎呀，我们的妙蛙草撑到这个时候还是被打倒了。来了，我们可以放地招式的超甲狂吸哥了。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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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了，差那么一点点。玩土水玩土水，这就是没有参加到救急挑战赛的关系。哦，来了，我们好久不见。我抓了之后还没有放过烈风座出来用了。我好像没有在用烈风座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过哎、欸，哦哦，手写手写手写。哦，最紧张的时刻又来了，来看一下我们会不会出个。没关系，那就推个大师球就好。哎呦，我刚推出这只大师球。我看自己是这样的，没关系，裂空座也是有机会红球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好了，那我们去后面排队。是谁？哦，莱西拉姆。这边好像要派，又是你灰尘山，派龙系、超甲狂系、龙系都可以了。裂空座设为裂空座，拉蒂欧斯，这一次救急挑战赛的主角。只要使用这个拉蒂欧斯啊，就可以莱西拉姆跟这个杰克罗姆一起双双解决掉。这一张欧斯跟雅斯应该是这个岛里面最好用的一只。没有，我是说他之前不是有出超级进化？对啊，他还有出原本不会进化什么都没有的。哦呦哦呦，拉蒂欧斯又再度锁血了，超甲狂吸毁天灭地巨原罪，来了哦，莱西拉姆直接来一个，轻轻松松推出了一颗最便宜的100粒精灵球，一个，没有100粒，就是因为他你去玩珠子，你去玩那个什么剑盾那些，他就是一颗100块而已，最便宜的，来了。哦，胜胜胜，没有，我有刚有顿了一下哦，就你啦，早知道刚就把你投下来，灰尘山，嗯，
我刚有一度要想把他拖下来，应该是秒杀了，直接秒杀裂空座，准备跳球来了，大家我们直接推一颗夜视精灵球，这是我们小迷团安排的，但他今天呢蛮害羞的，不敢出现在荧幕面前。又是你。我们冠军来到驾临男子玩具一哥，自从拿了冠军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你有回家我睡不着没有了？有一点。在回忆啊。一直在回忆。戏开始。今天的第四道，我的第二道栏，裂空座大土来西汤姆。哇，这个要怎么选啊？大家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我们来翻一个裂桃啊，这个是风女王啊。哦，我等一下就丢地上。那如果他是翻正面的话，我们就选裂空；翻反面的话，我们就选莱西汤姆。好，来，正面。好，那就是你的裂空座，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直接。你眼睛闭着。草喷，不行，裂空座，该来了吧？哎，看起来是没有。风女王啊，风女王。没有。没有啊。哎。这九尾出现好几次了，看赶快把它出来好了。我记得我们有一次。紫玉剑也是选的九尾，然后我们就要救急球抓下来，秒杀吗？等，哎，无一，大师球，哇，右边彩球，左边精灵球，那我感觉我们左边应该是会爆掉，然后右边抓到出个交换，讲完就爆了，龙石兽来个交换机会，然后出个猎射。设为裂空座，不期不待就没伤害，应该是莱西拉姆吧？是什么？是新凯罗斯，气球来的是凯罗斯，明明赫拉克罗斯我就没钻，你来这里干嘛？居然遭遇了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出个。五星来的结果是凤凰，莱西拉姆右边的是什么？左边莱西，下面裂空，刚还有出现一次，第一次出现波克比，马翔来一个前辈哥，没有大师球，好超级球。也不错，为什么不是一颗纪念球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哎呀啊！莱西拉姆，哎，力壮机能不能来一个交换啊？大叔应该还没下班呢。我要看看我们的冈山秀太力阳熊，一刀就草喷五星，哎，一刀草喷了，你看哦，哇！草喷裂空啊！哎呀，看起来晋级的红蚂蚁今天，哎呦，果然是冠军丢出一根精灵球，不一定呢。中了不要逃，中了不要逃，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顶住！哎，哦，裂空，然后又是吗？来来。来了一只藏尾鳞甲龙，两个，三个，哎呦！我们前面的弟弟来了一个交换机会，据说这一道是凤凰出现的机会。不限裂空座，厉害厉害！那我们差不多打完这一道，差不多可以走了。弟弟弟弟弟弟。一场下两只莱西拉姆，两个，三个，我们弟弟在我们前面，在我前面抓到裂空，在力阳兄冠军力阳的后面抓到裂空，
据说这一道是会进凤凰，但我不太清楚。瞧瞧，拜拜。伴随着藏尾鳞甲龙的是凤凰，真的有凤凰。断崖之间起码放了四五次了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。今天我们的重头戏来袭了。弩有一颗大师球就好了，轻轻松松。没有。精灵球麻烦你啊，锁住就好了。来，先让我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顶住。对战捕获，哦呦，又是你莱西拉姆，直接来了吧，莱西拉姆，你看那个九尾一直出来，罗斯兽也是，选看你啊，看你，鳞甲龙，鳞甲龙，起源超新星大爆炸，丢一颗蛋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步没有抽出的是五星的红卡耐克，我一场就直接抓到五星红卡耐克，所以我们这一场啊就直接送出去给大家了。八月二十号就可以抽奖了，那记得在底下留言，哈哈哈，没有抓到裂空，就可以抽奖喽。那感谢各位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多多回来哦，拜拜。